山西文仔港是北中华唯一的渔港，港口边啊所卖海产，拢是中港掠回来上鲜的鱼货，所以真侪人拢会来到遮来买海产，遮就变成中华县知名的观光景点之一。为了文仔港的永续发展，山西乡长苏伟俊向第四河川桥来争取，伫文仔港停车场边的空地起一个公园。工程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，未来将为来到文仔港观光的旅客加一个全新的休闲空间。山西乡长苏伟俊等人当地现场勘察将要完工的工程状况。苏伟俊表示，文仔港虽然已经有一个景观平台，但是位唔是真好。但是因为我停船的所在真近，虽然是渔港休困的好所在，但是我都吸引一般民众，因此伊决定争取经费，伫个停车场边啊，另外起一个休闲空间，方便民众来遮行行咧。咱阮阿港吼是咱山西乡一个真重要的景点，啊，伫阮阿港出入吼嘛有真侪啊游客来遮来采买咱的鱼虾。那么伫咱渔港路吼，拄好伫阮阿港的这个入口，啊，我来争取吼来做一个这个小公园，那么予咱的入口吼看开环境会咱更水。那么希望讲啊，这个做起来以后吼，咱予来渔港来游学的跩乡亲吼。啊，有一个会当踏青的所在，希望嘛，希望讲会当予咱阮仔港这个门面会当搁较水。咱遮吼，因为阮仔港一年咱这个番仔沟吼，啊番仔沟的这个北地吼，啊，我嘛有去甲清楚，包括甲这个小公园吼，拢总啊差不多2000多万的这个经费。那么真感谢河川桥吼，把咱斗三工，予咱阮仔港遮看起环境搁较水。目前阮仔港鱼货大铁棚已经重建完成，比起以前搁较光，嘛搁较快，而且通风。目前来买现捞啊鱼货的民众，搁较愿意用较侪时间，详细来算要买回去厝煮的食材。新中华新闻里边洪山西采访报道。